大家好，我是陈文平。我们继续来谈一谈天体的命名。上一次我们谈到的是帮恒星取名字的时候的一些规则。那我们来看看其他的天体是怎么样的呢？我们首先谈一个梅西耶目录，梅氏的目录。梅西耶是18世纪法国的天文学家，他为了要方便发现新的彗星。彗星跟恒星不一样，它不是点光源，它是一个展延的光源。那为了要它方便，它先要把天上展延的天体呢，编一个目录出来，这样它才知道这个出现的是不是一个新的彗星。所以当时他编了一个叫星团星云表，包括了当然是疏散星团、球状星团。发射星云、反射星云等等，另外还包括了星系，这些都是展延天体。那后来不断的演变呢，后来有人增加一些东西，删掉一些东西。目前我们用的梅氏目录啊，大概有110个天体，都用这个 M 作为编号。那这些天体都蛮亮，有些眼睛可以看得到。因为亮，所以它们大概离太阳都不是太远的东西。也因为当年这个梅西耶是在法国做这个工作，所以这些梅氏天体啊，都现在南纬36度以北的东西，更南的天体就没有在这个目录里面了。那这张从维基百科拿下来的图显示的是赤金、赤尾这些 Messier objects。的分布用不同的符号代表不同的天体，我们会发现很多很多这些天体啊，都在这一个赤道面上。赤道面上本来就比较多这些，疏散星团呐，发射的云气啊，跟年轻恒星有关的。那这边右边列举的是一些例子，就是有名的一些梅氏天体，比如说 M1 第一号是蟹状星云，它是一个超新星。爆发以后的尸体遗骸，它在金牛座的方向。M8 是一个像一个热带珊瑚礁的样子，那样湖泊这样湖泊这样子一个星云，那它的人马座等等。M16 也是一个发射星云，叫像个老鹰的样子。M22 就是一个球状星团，它位于人马座的方向，所以它有个外号就叫人马座星团。M27。跟 M57 都是行星状星云，是像我们太阳这种恒星死亡前喷发出来的大气，有的像哑铃的样子，有的呢像一个戒指的样子，所以把它们俗称为哑铃星云或环状星云。也有星系在三角座的方向，M33，那这是一个螺旋的星系。M42 也很有名，它在猎户座方向，所以它叫做猎户座大星云，它像一个火鸟一样的样子。M45 就是昴宿星团，在古代呢是在昴宿这个地方，因为有6、7颗星，肉眼比较明显，所以也叫七姊妹星团。另外，M89、M95，它们比较没有外号，它们就是椭圆星系跟螺旋星系。那越来越多知道天上的这些展延的天体呢，除了在我们银河系里面的星团、星云以外，越来越多其实知道都是系银河系以外、系外的东西，就是星系。星系当然就很多很多了，有名的星系都在我们临近的小的望远镜就可以观察得到，譬如说像 Messier 31、M31。是勉强用肉眼也可以看到它在仙女座的方向，这 Andromeda Galaxy。那它旁边有一个 M32，这是 M31，这是 M32，是它的卫星星系。旁边还有一个 M110，这些都是也都在梅氏星表，这是最后一个 Messier object。M51 呢是这个星系，好漂亮的旋臂，它的外号叫做涡状星系威尔普。它旁边还有一个卫星星系，所以这个叫 M51，有时候也可以叫 M51A。那另外这个星系是显然是一个星系呢，
侧向的看，我们看到它在盘子中间的尘埃分布，它像一个墨西哥的草帽，墨西哥的阔边的一个帽子，所以它也叫做草帽星系。这个星系呢，像一个车轮的样子，好像脚踏车的那个也是一样，有这个钢圈轮子，所以它叫做 Cartwheel Galaxy。这一个照片，两张照片是分别是韦伯望远镜在近红外以及在远红外拍到，两个都是同这两个是同一个星系啊，可是它们长相就不太一样了啊。另外还有一些有名的星系，像是大麦哲伦星系、小麦哲伦星系，或者是Omega 星团，这些都很有名，眼睛看得到，但是因为它在南天，没有包括在梅西耶目录里面。众多越来越多的星系就要仰赖编号，所以有一个有名的目录叫做 New General Catalog of，就跟有点像是延伸梅氏那样子的意思，就是叫 New，这个叫 NGC，后面的人又把它补充，就叫 An Index Catalog，就叫 IC。NGC 啊，大概有8000多个天体，几乎都是星系了，因为是星系，所以它分布于全天，南天、北天都有。它是按照赤金的号码去排列顺序的，所以像 M87 这一个星系，这可见光的照片，它有个喷流。这个星系有名是前几年这个Event Horizon Telescope 世界望远镜呢，是人类首先取得中间的超大质量黑洞的影像，它就有 NGC 的编号，其他目录的编号啊，等等等等。另外，网络上我找到一个叫做 HD One，它是 Hydrogen Dropout，它利用一些特色去指认出一些很远很远的星系，因为很远，它光线很久才来我们这里，所以它是宇宙诞生以后没有多久的星系。那这个 HD 1号、2号呢，就是在这篇文章里面指的说它离我们有300多亿光年，非常非常远，这是目前一个记录保持者在2022年的时候。但我打了一个问号，是因为后来又有人说，哎，我们真正取得了一些其他的资讯，发现它可能不是我们想象中的这样子。不管怎么说，这就是我们对于星系的一些命名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喽。